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N3 18个闪耀瞬间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N3 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允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前来观看 GNC48 Team N3 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
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十一，请大家爱护剧场卫生，爱护剧场，人人有责。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GNZ48 Team N3 的吴雨飞。望的舞台，终将会站在上面，听见喝彩，Dreaming Girls。
家好，我们是 Gen Z 48 Team N3， 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在欣赏了星梦女孩888D 人称，大家开心吗？开心，谢谢。那就由我先开始吧。大家好，我是 Gen Z 48 Team N3 的邓曼慧，大家可以叫我小曼或者是惠子。非常开心现场的大家以及直播前的你们来观看十八个闪耀瞬间，谢谢大家。耶！今天的 MC 话题是万圣节快到了，然后你想 cos 什么角色？其实我还没有想到什么，就是关于万圣节想要 cos 的角色，就当然是比较接近万圣节的嘛，就可能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木偶娃娃之类的吧。Oh. 对，因为毕竟是万圣节。我以为是女鬼之类的。那没有，那么就是还是要稍微比较就是可爱一点的那种，对，就那种木偶娃娃，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嘘，别闹。我想静静。大家好，我是 Gen Z 48 Team N3 卢静。大家可以叫我闹闹，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万圣节想 cos 什么？我的万圣节的话，就想满足我平常的心愿，想做那个鸭。什么？是那个唐老鸭？哦，你能别说一个字啊？说全名啊？就是唐老鸭，因为我听说那个衣服特别贵，几十万一套。你就说就是原版的那，就是如果是原版，对，就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几十万穿在身上的感觉。那应该这辈子都不可能了，说不定呢，以后说不定你就会在迪士尼看见我。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en Z 48 Team N3 的谭丽佳，你们可以叫我 Liga 或者是丽佳。谢谢大家的看 Fiona 恩公宴。耶、！十八闪，你跳了是吧？不好意思、我刚才还在梦游呢，不好意思，再来一次啊。Hello， 大家好，我是 Gen Z 48，刚刚那个卡掉。Hello， 大家好，我是 Gen Z 48 Team N3 的谭丽佳，你们可以叫我丽嘎或者是丽佳。谢谢大家来看十八闪公演，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谢谢。耶！谢谢，我刚才确实捣蛋了一下，故意叫错。谢谢。阿唐，洪继文，你给我取的名字，谢谢。好，谢谢大家。然后万圣节想要扮演的，我一直都很想扮演，就是白雪公主的妈妈。哦、公主啊？我不想扮演白雪公主。哦，就是。我想皇后是吗？对，我想扮演皇后。为什么？想当后妈。对，因为她很坏。因为我觉得我太善良了，我就想改变一下自己，然后我就想扮演那种坏坏的女人，然后就掌管后宫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但是她很可爱啊。对，她哪里可爱了？对啊，她会可爱。翻白眼，很好。那不就跟我很像吗？对，最近万圣节那个迪士尼里面出现很多。就是反派角色都出来了，就对，好可爱。我就想演反派角色，对，所以我可能过几天就要跟一个小后辈去玩了，我就要去 cos
对对对，也不要 cos 吧，就演个坏角色。你就要演那个王后了吗？我想，对，我要戴上我那个我最新买的那个假发，你们知道吗？那个黄色的那个平刘海，然后有点非主流。后妈是不是大光明啊？唐丽佳是不是忘了什么啊？啊什么？忘了什么吗？你不对，全场大光明，你忘记了吗？有吗？什么时候？我们记得吗？戴一个头套类似。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哦。好了，谢谢大家，谢谢。耶。Hello， 大家好，我是 Dream for Team 听 N 岁的洪静文，感谢大家今天来看《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谢谢大家。耶！谢谢大家。说到，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没有 cos 过什么个角色，但是其实我本身是一个很喜欢看动漫的人，所以我想把我第一次想 cos 的人物奉献在我最喜欢的一个动漫的一个角色，那就是百变小樱。哇，那个百变小樱是我儿时最喜欢看的动漫，对吧？就是那种一看、我出生的时候都还没有这部呢。哎呦。不是哦，对不起，反了，说反了，不对，我出生的时候还没有这部，有点乱哈。哦，对对对，是的，对，想 cos 一个就是，自己一个很喜欢，然后可以就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个角色吧。对，谢谢大家，耶！金鱼的记忆只有七秒，而你们七秒的记忆里全部都是陈星宇。大家好，我是 GNZ48TMN3 陈星宇，非常感谢大家能够在现场或在各大直播平台前观看我们十八个闪耀瞬间的公演，谢谢大家。耶！什么对象找到了吗？科研对象。什么对象？科研。科研对象，明天看一下，谢谢大家。耶。然后要 cos 什么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就是怎么说呢，血腥一点吧，就是那个。波妞吗？不是，电锯惊魂的那个。那个就是 I wanna play a game 那个，就是苹果机很大的那个，然后还有就是第五人格的一些那个监管者吧，就是比较血腥，就比较符合氛围一点。谢谢大家，耶！那么就有请下一排小伙伴自我介绍吧，耶！啾啾无语飞无语就会飞。大家好，我是 GNZ48TMN3 的无语飞，大家可以叫飞飞小飞，然后但是不可以叫渣渣飞。感谢大家来看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耶！谢谢。哇，你们好有勇气哦，说这个话，我自己都没有勇气。然后呢，就是要 cos 谁的话，就是我每次讲这种话题都会非常的，就是没有东西可讲，因为我就是不看动漫嘛。然后我想了一下，以我平生十九年所看过的动漫来说，我最想 cos 那个《葫芦娃》里面的那个，怎么还爷爷？是那个蛇精、就是呢，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感觉我最近脸圆了很多，然后就是我一直苦寻怎么啊，就是脸太圆了，然后我就很羡慕那种就是脸尖尖的那种，然后我就很羡慕那个蛇精，然后我就觉得他的脸就是尖尖的，然后就感觉非常的瘦，然后我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瘦成，也不是说瘦成他那样子，我就是想瘦一点点，然后我就想cos他。对，就这样，谢谢大家。
耶！立正，想出喘气。大家好，我是 Jenny for Tea Team 所有的成员，现在来看我们的十八个人想要瞬间公演，谢谢大家。耶！哇，就是在这个扣之后才发现我们剧场还是有人的没有，就是今天觉得人很少，然后一出来的时候都有点被惊到，可能是因为今天周五吧，大家都好像没有什么时间来，就是非常感谢现在坐在剧场的大家愿意在周五的晚上来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然后说到 MC 话题的话，想要 cos 谁？cos 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嘛，就是一直跟别人说那个火影忍者，那个时候我也很喜欢火影忍者，然后我看那个宇智波佐助，我就一直在跟别人讲佐助是我哥哥，然后就很因为我也姓佐嘛，他也姓佐，虽然我知道他姓宇智波，但是我那个时候不懂嘛，就觉得他就是姓左，然后就是跟我一家的，然后就那个时候特别喜欢他，然后就很想，我觉得他穿的最帅的套衣服就是那个蓝色的那个高领的那个，就是上次龙一瑞有 cos 那个佐助那套衣服，所以我就一直很想尝试能够 cos 那个服装，因为那个时候觉得他很帅。来我房间，我把那个衣服给你，让你穿个够。然后我觉得我现在不太适合 cos 他了。就是因为我长大了嘛，觉得 cos 他有点太羞耻了。如果现在让我选一个人 cos 的话，我想 cos 那个火影里面的那个女的纲手，对，纲手，我觉得她挺好看的，然后我她的性格我也很喜欢。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Jump jump 跳出一只五三一。大家好，我是 GNZ48TMNSU 也想向大家一叫五三 G， 谢谢大家来看十八个小时瞬间公演，还有收看直播前你们，谢谢。耶！谢谢。说到想 cos 谁，因为我之前就在前几天吧，我有看过一个韩国一个打歌的一个节目，当时我就比较喜欢那个人嘛，然后我就想，这种破碎的洋娃娃真的是太好看了，我就特别想去尝试一下那种感觉，就特别可爱，然后又那种，你知道万圣节吧，就会有一种恐怖，但是又很可爱又恐怖那种感觉，就那种。反正就是那种感觉，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NZ48 天文岁，现在林大家可以叫我瑟琳，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十八个闪耀的瞬间公演，谢谢大家。耶！你们也十一月快乐，然后呢就是镜头在哪，然后就是要 cos 谁的话，我就觉得我想 cos 那种，就比如说像那种哥斯拉，就是很大只的那种哥斯拉。对呀、啊、因为我好像发现为什么没有人 cos 过哥斯拉呢，这么大哥因为我本身就是有那种巨物恐惧症，然后就是看到那种很大的东西会很可怕，然后我就觉得那我就变成那种很大的东西看你们就都小小的，我就不会怕了，
就特别是还有那种，就比如说像那种那个谁啊，就有点年代感的人应该看过那个铁甲小宝，就是变身会变成一只超大只、果然没有看过，就是我对这种超大只的这种东西很感兴趣，所以就比较想 cos。 对，然后还有前阵子 我看到一个图，就是那个恐龙的那个衣服的那种，我觉得 cos 一只霸王龙也挺可爱的。然后我刚刚在台上就也想到了一个，就是很想 cos 那个可达鸭，因为可达鸭他就是觉得他很没有压力嘛，然后因为他就是有个特殊的技能，就是他有压力就会爆炸嘛，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因为今天星期五嘛，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平常很有上课啊，就是我学校还要写作业什么，然后上公演，我就觉得哎我压力好大，如果现在是一只可达鸭那我就可以炸掉了。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NC 的陈南希，大家可以叫 Nancy 或者北哥。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十八个闪耀瞬间公演，谢谢在直播前和特别来现场的各位朋友，谢谢。耶！中国台北哥帅小伙，青春闪电要睡我，昨日纠结今日装，无论穿啥我都有陈南希。谢谢谢谢。说到想 cos 的人物的话，我觉得我现在就很像一个二次元人物，就我觉得你对这个颜色很执着，是吗？我很喜欢蓝色，而且对，跟你的衣服也很搭，就一整套下来，就是领带色，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就很像那种什么海爷性转呀什么的，然后那种，然后夜泳激斗啊什么的，然后完了，其实我最近还蛮喜欢那个就是《约定的梦幻岛》的，然后我就很想 cos 里面的那些角色。小朋友哎，你那么高。对，就觉得很好看，我觉得下次我们就可以全员白衬衫跳那个爱卿酒香都这种，然后有点出戏。然后还很想，最近很迷恋那个沉睡魔咒嘛，然后觉得它里面的那个哦，我超喜欢那个，对，就安吉拉朱莉演的那个，太好看了，太好看了，绝美，天哪，就那么那种就发型他都能 hold 得住，对对对，就是也只有他了，就所以我就觉得。我这是我想 cos 永远都没有敢想去 cos 的一个角色，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那接下来就有请欣赏下面精彩的节目吧，耶、！你的地，身体陪伴你。
手就能够逾越。我已全心上瘾，让心沉迷。
程序，在某一年夏季，当有一天突然回忆起，也还会触动情绪。拨动情绪，狂舞缠绵，思念无法遮掩。爱过你的程序，在某一年夏季，当有一天突然回忆起，也还会触动情绪。First time, 伤在头，总有那么一天。
难以道尽。是我们呼吸的爱。
耶！阿妹，欣赏完。梦，荣耀日，荣耀日，牧蝉，青春闪电，赛刃之后，大家开心吗？开心。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 MC 话题。去鬼屋兼职想扮什么角色？队长做过哪些蠢事？现场演绎男主黑化之后会对女主说的话。去陌生城市必须带什么？如果时光倒流，想回到哪一刻？五、二、三。你们是觉得队长不在可以讲这么坏话？对啊，不要背后讲人家，就是要就当面讲。对，大不了打起来。五吗？五吗？我觉得五可以聊一聊。哎，毕竟现在时间那么快。对，时间太快了，时光流逝。会不会太煽情？不会，不会。你可以往搞笑方面讲。对，哦，也是哈。那选五吗？啊？看一下。五吧。嗯。要不全开吧。算了算了，五就五吧。这样吧，嗯，说说理由啊。如果时光倒流，想回到哪一刻？说说理由。你们有想好，如果时光倒流，想回到哪一刻的吗？嗯嗯，其实我一直都不想回到以前。你就想活在未来是吗？也不想，也不想。那你现在想干嘛？现在想死？因为我是一个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的人，就活在当下。对。然后我也不想过下个星期这样子。下个星期，下个星期哦、，Happy birthday to you！ 谢。嗯，终于不用玩游戏再被罚站是吗？对。我比较想回到出生那一刻。为啥？就可以不出生了。倒也不是，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出生那一刻你要怎么不出来？掐死自己。换个自己拿脐带把自己勒死。医生要剪的时候不要剪。对，因为听我妈说，她生我生得很痛苦，生了三天。我也是，啊哦、你们两个好像是。对，我们都堵在里面堵车，跟今天早上头太大出不来，不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妈讲的还蛮轻松，但我觉得她应该很痛苦，对，所以就毕竟，怎么又三情呢？换一个，换一个，母难日嘛。你们有想活在，不是回到哪一个？不是活在哪一个？回到哪一刻？我不想回哎，因为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是吗？对，现在不是啊，因为我觉得回去也不能改变什么吗？其实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回到首演的时候就可以不用那么丑了啊。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不是说我首演丑的意思，我首演还是蛮可爱的，大家千万不要去看。对，嗯，不要去看。我想回到。就是六岁左右的时候，六岁为什么发生了什么大事？因为那个时候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奶奶还在，对，哦，因为我小的时候是独生女嘛，对，然后我奶奶又去世的比较早，啊，啊，为什么还是很煽情？好煽情，不是要搞笑吗？那如果说搞笑的，我想回到就是过年拿红包的那一刻，并且永远停在那一刻。哦，那你没有办法花出去啊，你得都是父母，你得。对哦，对哦，小时候的红包不都是爸妈收着吗？我不以后长大会，但是我爸妈会查账，就是会查你花在哪是吗？你收了多少红包，然后完了之后他知道，就是假如说你姨妈给你1000块钱，他就会记着。姨妈好有钱，就假你姨妈还缺侄女吗？啊，假如侄女，怎么又侄女了？怎么回事啊？还是侄女？撑住啊！是吗？姨妈是，姨妈是哦，外甥女，不好意思，是外甥女吗？还是侄女啊？侄女啊，是侄女，是，还缺吗？像我这样漂亮的侄女，我也可以。好好好好，哎，好好好，你们呢？还有谁？鱼想回到什么时候？我
其实我之前特别想回到那个就是 UNIT 换之前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就是那首歌就向日葵嘛，还挺，因为我现在不是热衷于开麦嘛，我就觉得如果当时我还是向日葵，可能能开早一点，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开了，对，就能起点再高一点啊，对，唱歌的起点。你现在可以把 UNIT 换成向日葵，天天不必了，五分钟站都要站死了。对，向日葵还蛮久的是吧，五分多钟，好长。对，而且容易弄混那些东西。是不是我的太阳的歌好像都挺长的？我觉得翻手好像也是还蛮长，怪不得那时候我们那么晚呢。对啊，一点都不是我们的原因。我们那时候公演多少个小时来着？我不记得了，四个小时没有吗？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哇，你看，这经历过风雨的人，有没有？非常顺口的说出来，连我都不知道。对，你想回到什么时候？我刚刚说了呀。啊，你说了吗？哦，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活在当下好啊。对啊，因为完全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以后就还蛮也不能改变什么，其实就还蛮惊喜的，就是下一秒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就是下一秒说不定我们就讲完 MC 了呢。惊喜吗？你们有没有？你们有深度吗？他们换完，我有。你请说，请说。有吗？好。我啊，这么快的吗？对啊、我的珍珠 ID 是，怎么回事？这位哥们儿太及时了哈，是，不错，怎么能抢答呢？是啊，就是是、ID 是我就是大坏蛋，应该没有来，对，因为呢，因为我好像也没有见过，对，然后就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就。我今天脑袋就是不知道什么有点空白，然后就是希望你你的声音很，我觉得很好听，然后什么来着，我刚刚上场前背的土味情话我现在都忘了。然后就希望你生日快乐，天天开心，然后然后能够亲自来就是握手会啊，或者来看我们公演，然后哦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然后就是希望我哦，我觉得我现在讲好尬、啊、要不你下一组的时候再上来补呢。 你想起来了吗？你的那个土味，可是我刚刚是不是太土了，说不出口。对，就是刚刚和现在衔接有点衔接的，假装没发生过，对，删掉时间，回到以前，回到以前，你想回到哪个时候？对，讲深度的时候，深度之前，那就哎，我觉得这个深度时间蛮长的，然后就我最近晚上都不喜欢，我最近晚上都会喝咖啡，因为喝咖啡就会睡不着，睡不着就可以想你了。生日快乐！哇！我就喝太多咖啡，我现在脑子不好了。还有吗？还有吗？没有了。没有。那就欣赏接下来没有精彩。看一下他们的烤鸭架要上来了。没关系，他们要是没好就先跳 tango。什么烤鸭架？就是那个羽毛，然后像那个烤鸭是吗？下次把你绑上面，推上面。不必了，太高了。好，那就欣赏接下来精彩的 UNIT 曲吧。耶、yeah!
纯闹舌的羽毛，外表越是低调越想不到，每个拥抱都暗示警告，世界很糟，面纱背后勾心斗角，迷惑的酒醉，致命的失魂颠倒，谁才是王道，最后的一秒在揭晓，心在烧等不了，他看不到掩饰的全套，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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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放手，难以猜测多寂寞。耶、来，我们念一下直播弹幕互动。来自口袋四八直播弹幕，昵称为哎呦哎呦喂类的粉丝说：冲雅绝美丽佳歌，你追着梦想，我们追着你，我们永远在你身后，谢谢。来自哔哩哔哩直播弹幕，昵称为 10143 的粉丝说：金鱼的声音听着很舒服，由他演绎沐橙烈是当年树下池塘的金鱼，这什么形容词？来自斗鱼直播弹幕，昵称为 LG 亚历山大的粉丝说：一天工作终结束，想飞到中探看加菲，
在飞机上有你唐乘务长和刘机长，路途会贴心暖心更开心的，爱你们，谢谢。耶、那么在大家欣赏了天使的圈套、一千零一夜、无声的探戈，还有 Pink Sniper， 还有没了吧？没了吧？之后大家开心吗？开心。耶、那我们看一下 MC 话题吧。去鬼屋兼职想扮什么角色？队长做过哪些蠢事？现场演绎男主黑化之后会对女主说的话。去陌生城市必须要带什么？如果时光倒流，你想回到哪一刻？说说理由。三，现在他都这么中二的吗？来，那我们看三吧，谢谢。他的名字也太拽了，谁也不推。现场随便演绎一段偶像剧里男主黑化之后会对女主说的话。偶像剧啊，又是偶像剧，哎呦，男主大家真的很想看我们演戏呢。你们有想法吗？我只能想到男主黑化后第一句就对女主说，你给我滚出我的家里，就的那种，就是就温柔了，很凶的那种。男主黑化不就变得从温柔变得很凶吗？那种，我们讲这个 NC 吗？看你啊，毕竟我们都不是男的，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这偶像剧在我几年前我就已经不看了，我这几年都没怎么看过偶像剧了。对，长大了现在就不看那种偶像剧了。天哪，我们再看看别的吧。好，别的。选哪一个？蠢事。我们要不都打开看看吧。对，真是的，我怕就是都会有一些 bug 在里面呢。对，我选一选。我有点想选一。对，就是蛮想带大家去的，因为我想看大家的反应。所以我们说什么？说一吗？就说一个吧。那就选一吧。去鬼屋兼职想扮什么角色吓人？最想吓的是谁？其他什么反应？来你先。我们上次我跟倩倩还有闹闹，我们去了那个就鬼屋嘛。我本来以为他们俩会很怕的，没有想到他们俩居然完全不怕。但是你带错人了，你没带我去。我好遗憾呀，我应该带你去。但是刘倩倩她是一个就是说话就是一个死鸭子嘴壳硬的人，就是她是那种他说我一点都不再怕的，然后完了之后全程就藏在我的背后，然后完了之后抓着我的手紧紧的不放，然后完了之后我感觉你在帅我，原来就是那种。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点都不吓人那个鬼屋。然后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个比较智障的视频，就是如何化解就是去鬼屋的气氛，就是有一个鬼然后在那个玻璃窗上敲那个门，蹦蹦蹦蹦，然后完了之后有一个人就大家都很害怕嘛，然后他就一个人 We will rock you， 大家一到一个就是鬼拍的，我晕了。然后大家就突然间大家一起 We will， 那一定是个气氛宝贝吧。对，然后完了之后完全就那个鬼屋就不吓人了，就非常好笑。对，天，我现在被北哥的笑话给笑到了，我真的很好笑的那种。但我还蛮想带唐丽佳这种怕的人去，一定很好笑。对，你带我去不管怎样我都被吓得半死，我跟你说。真的吗？真的呀，就你们从来都不带我去的原因，我就没有一次跟大家一起去过。你有空吗？真是的。我有空，我可以。你忙死了，一天到晚。你看我三号就要跟别人一起去玩。哦。你们都去了两次了都没有你，你知道吗？因为你们不带我，排挤我。不啊，乱讲话。你自己太乱讲。对，一定是他太忙了。我去的时候他正好在上海和刘丽飞在一块，所以我就没有时间约了。你还想当空姐和机长？对，谁带你去空中鬼屋吗？那左左你有去过鬼屋吗？没有。
啊，那你有没有想吓的人？就是想扮什么样的鬼吓怎么样的人？没有，没有吗？真的没有。哦，天哪，可怜鬼！天哪，这孩子嗓子还没有好。哎，我嗓子没好，就有点难受。没关系，你们先讲，你们先讲。好，那薇飞呢？我感觉我比较想带小乔和唐一家去。哦，为什么不在大乔？因为大乔比较安静，小乔是什么？小乔是小开水壶，然后就小乔小开水壶。对，小乔就是每次他都像一个小鞭炮、小开水壶一样，一有什么他就啊，就很容易沸腾。对，很容易。那大乔不是就是应该煮开水的那个吗？不，大乔比较内敛。对，大乔。那我呢？我呢？你比较傻。不会聊天啊你，真的是下犬。我感觉他到时候就是可以和小乔，就一个小开水壶，一个小鞭炮，然后去那边就啊，感觉。我就是鬼吓你，是你吓鬼，你不把鬼吓。对。哦，我记得有一次去鬼屋，哎，那一次是去北京跟他们一起玩，跟小猪还有那个谁，小蚯蚓吗？然后一起去玩，然后我们就去鬼屋，真的是我吓鬼。我们排了两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两个多小时的那个队，然后去到里面，然后。以为很可怕，那么多人排队是吧？一进去，嘿，我是鬼。然后重点是什么？那个鬼他累了，就是他真的很疲，你知道吗？对，他是疲倦的疲，不是那个疲，就是他真的累了。他已经过来的时候，他都已经无心吓你了。哎，就那种，你知道是那种。然后我就特别疲，因为我本身是非常怕的，但是我发现他好像一点都不怕哎。然后也没有那种想要吓我的感觉，我就一路上拿着手机录视频，一直在吓他，我对着他的脸拍，他都被我吓到了。对，但我蛮有趣的经历。对，我看，就你这样说到，我就想到我最近不是在看抖音嘛，然后很多、很现在都是很多人去游乐园，然后去就是和鬼玩，和一起玩嘛，然后鬼屋、然后有个鬼吓他的时候，他就默默的抱住了他，就是谁抱住了鬼？好撩的鬼，就是被吓那个人。就比如说你吓我，快点。嘿，哎呦，好吓，好吓。是有那种，那个就是我被感动到了啊！我被感动到了。这个鬼真的好甜。这感动点很奇怪。你们不觉得就真的就是感觉一个拥抱就代表了所有吗？那你跟我一起去绝对没有这样温暖的感觉。我上次去那个鬼屋，然后有一个鬼在上面拿了个光剑，我就对他唱爱的加斯汀带我逃离这个那些不好的回忆，然后那个鬼在上面噗嗤他笑了。我觉得你的拥抱真的是搞笑鬼吧。真的很好笑，就我觉得那个鬼，那个前面那个男的，他本来带他的女朋友一起去的，然后在后面被我搞得他完全没有体验感，你知道吗？对对对，鬼屋本来就是一种那种气氛的感觉。对，他本来他女朋友吓得啊，抱紧我，然后哎，等加斯汀带我逃离这。我懂了，以后去鬼屋都要唱一首歌，特别是要唱那种比较嗨的歌，就不会吓到了，是吗？是的，然后就很好笑，对。还有其他人有什么经历要讲吗？没有。你有深柱吗？带有深柱吗？你有是吗？啊，他说等一下。那我先吧，我有个深柱，然后 ID 是合哲致富 S， 肯定没有来。然后，嗨，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其实你笑起来真的比你不笑的时候好看太多。也不是说，我的意思是说，你笑起来真的可以温暖到大家。对，请你多笑一点，谢谢，生日快乐。耶、yeah. ！然后还有个深柱是二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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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个 B 二 B， 我数了一下，我真的很敬业。嗨，我一直很好奇你的名字，是啊，就是二 B 啊，二 B 铅笔的意思。哦哦哦，就很青年哦呢，不是、祝你生日快乐啦。然后就啥说的呢？就希望你。多来看看我们公演吧，我们公演实在太需要你们了。对，谢谢大家。耶、yeah ！来，左左。我有个 ID 叫做 SZECH。Hello， 陈小姐。然后就是怎么说嘞？就是经常在剧场见到你，然后也知道你只喜欢我一个人，然后就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安心，然后每次看到你都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希望以后你也能够陪在我的身边，陪我一起成长，陪我一起长大。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
Yeah. 还有一个 ID 叫做To Be。嗨，你好，就是也经常在剧场见到你，然后翻牌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小话痨，然后觉得你很可爱，希望以后你可以天天开心，生日快乐，谢谢。耶！这里有两个生日祝，第一个是哗啦哗啦，肯定不在对吧？然后呢，就是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你是从出道开始，然后就看我，然后呢到现在，虽然出道的时候你只看我一个人，现在你在很多个人的房间里面都在穿梭，对，但是呢还是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工作顺利，然后多点时间来中泰，谢谢。耶、yeah. 然后第二个是你的小羊，然后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在日本就非常的在日本读书就非常的辛苦，然后希望你然后一直为我操心，然后操心这个操心那个，然后特别的辛苦，然后希望你可以读书顺利，然后早点回来，谢谢。耶、yeah. 好，那么我们有请大家继续欣赏我们精彩的公演吧，谢谢。耶、yeah.《爱情就像毒蜘蛛，神经像毒素之路，但是感情
一笔生梦哀愁，呼呼，别人来拯救我，拼凑着分裂的轮廓，抚慰着灵魂的堕落，呼呼，我快挣脱了我，尝一口腐蚀的苹果，我的脉搏写穿过，吞没了我，就痛快的解脱，最后我忍不住，我一把火干净利落，烧尽所有。
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用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会不会唱这首歌呢？如果会的话，等一下第二段主歌的副歌我们大家一起唱好不好？你们不唱没关系，我唱。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说即将要离去，我会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魂牵活一下去。准备好了吗？人世光
要幸福呢，记得要保持微笑哦，就算遇到困难和挫折，也要心怀梦想和希望。接下来有请这群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人带来夕阳下的约定。走在放学路上，微风轻摇着无暇，那年我们一起玩耍，还记得吗？三月随着雨滴在更迭的季节里潇洒，听落雨的声音多一丝牵挂，只要时时的表情细腻特别的潇洒，但让快乐的事多些就不好啊，露出的笑容完全还是自然的辣椒，轻松分离内心却还在挣扎，风还在刮，肌肉正在风的花，微笑的相遇发生在雨后的晚霞，时光在手难浏览，曾经青春的年华，沿着夕阳一定就能幸福吧，人际关系很复杂，有时候不必每件事都要装傻，一个人的力量也只是偶尔的火花，想要希望把我自己去点亮它，风还在刮，只要正在放的话，微笑的相遇发生在雨后的晚霞，青春的年华，沿着夕阳一定就能幸福，
耶耶耶耶，谢谢大家，今天的播听你们在这里，谢谢大家。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依次退场。几次与成员击掌。哦，与成员击掌。准备好了吗？好的。当初来的寂寞。
世界我最大。